小贩人偷东西，又不是说现在他到了国奥才偷的，他们都说他在上海那上体校的时候偷东西，这是别人说的啊，这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就是他在国奥偷将军偷冯志刚的，后来是偷我的，被将军给抓了，对吧？那当时是大钱，3000块钱。马克坚在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飞机上跟我讲，这事儿算了，叫我不要报案。报案当时最后要那都要判刑的。当时3000块钱，90年，你想想，对吧？都大钱，那3、5年以上的。90年，你住三千。菲菲还没有概念，咱们那时候的工资是多少钱？90年那时候的工资也就100块钱左右，100多点。这收入都挺好的，你们又是那个顶级运动员，他至于吗？他？那时候哪有什么钱？那时候可不高啊！你得到90年，你不能按现在讲，对吧？你还甭说什么。2022年，你2000年这帮人才挣多少钱？对对对，你就想嘛，他是真正的这个富翁啊！那时候他随随便便口袋里就揣好几千块钱，你现在小叶姐是富翁。